你到底要干嘛？男女有别，你已是已婚之妇，和三弟要保持距离。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我做什么不用你管。程昱又帅又体贴，哪像你。这些我也可以做到。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你等我一下。明烟，我们认识也很久了，我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。啊？其实那天我帮你挡箭，完全是出自于我的本能，因为我心悦你已久，我不想看到你受伤。王爷，您别写了，吃点东西吧。王爷，这些年我一直侍奉您左右，您心里想什么，我还不清楚吗？王妃来之前您什么样，王妃来之后您又什么样？如今三皇子他这般，您也应该再表示表示啊，不然王妃可就真要被三皇子拐走了。